林志玲20日在台北出席活动，谈起日前在春晚表演水上芭蕾节目获得满堂彩，事后林志玲受访时表示，辛苦是应该的，我不敢聊有多辛苦。她也把功劳归给所有演出者。她透露，当时花了3周练习训练，1周彩排，高空吊环部分脚在发抖，一直对自己喊话，志玲撑住，加油。当秋千时也因角度太过倾斜，她很努力用手臂肌肉 hold 住，曾出现抽筋情况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